备好了，呜呦，一起看走吧。我说小马就是挺爱跑啊，哎，这肉串看的带劲啊，不错不错，味道好极了。没伞一立起来，我啊，我再也不想露营了，真的。动物园里有什么？我哥，你腿放得下吗？放得下，没事，你往后来。你往那边外边看，我以为腿在外边。哦，我刹车的，这车刹车不好，我用腿刹一下。你要这么回头，我就不会那么想。未曾说话，笑脸儿迎，叫声兄弟找连方，常言说你拍儿是真不行啊我发现了都不在演，你就没在，没有心吧。哇，老王们向泰国曼谷、缅甸、仰光、孟加拉、印度、加尔各答、孟买、新德里、关门。老王们向泰国曼谷、缅甸、仰光、孟加拉、印度、加尔各答、孟买、新德里、关门。古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土耳其、阿克拉、乌克兰、俄罗斯、莫斯科、乌克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罗的海。他配不上这个节奏，不行。说实话，我真觉得还挺好听，主要是，我觉得挺好听。老外向泰国曼谷缅甸仰光孟加拉印度加尔各答孟买新德里古巴基斯坦，不行了，后边字儿多的地方没绑。古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克、叙利亚、黎巴嫩、土耳其、阿拉伯、黑海、乌克兰、莫斯科、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数九寒天冷风骚，转年春打六九头，正月十五的龙灯会，年年的春打六九头。还得是快板啊，因为快板有折，对，有板有眼。同仁堂打开的本是老药铺，先生甩手自在王，药王爷就在当中坐，十的名医列两旁，先拜这药王后拜你，你是药王爷的大徒弟，药王爷的本姓孙，提龙画虎手捻着针，内科的先生孙思邈，这个外科的先生华佗高，孙思邈华佗高，三十二入当朝，啊，正宗伯母得了病，这个走线号末治好，没拍了，没拍了，嘿。哦，这是变成这个了。泡沫治好了这个一针扎好了娘娘的病，两针扎好了龙一条，太后一见龙心喜，亲身四遍带上了亲身。好，咱们大点声蹦蹦迪了啊，可以蹦迪了，可以蹦迪了啊。火眼金睛看得清，铁棒在手要无尽，扫尽天下白骨精。对，哎哎哎，我错了我错了，我看这大家都有，都有版权，都在手里吧？对，在我手里。哦，那就打歌。我还有好多歌，我都没发。我觉得可以不发。好像露营应该听类似于这样的歌哈，不能这么哐哐蹦的。都也有这柔情似水的时候。搜一首老秦的歌来。我的歌都挺丧的。你那个嗓音适合唱丧点的歌。哎，修音师给累坏了，这个。这话说的。我觉得老秦这个老嗓子去了。老秦的这个低音炮，我觉得一般还是来不了的，还挺有特色。我以为你说老秦这低音炮一般呢，老师一般人来不了。这是一般人来不了。山上的野花为谁开？又为谁？老秦，你知道他唱这歌是谁唱的吗？不知道。你听过、哦、这你没听过，这个在我们那年代，他一张嘴第一句就知道了，这个太有代表性了。风雨彩虹，铿锵玫瑰，纵横四海，笑傲天涯，永不后退。
来，咱唱一个老秦会的，来，咱别欺负人家。心里种下一颗种子，哒啦滴哒啦，它能实现小小愿望，有神奇魔法，所有小朋友们都想要得到它。准备好了，呜呦，一起探索吧！我不会，我就不会，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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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害怕害怕。脚后跟往下压，老秦，我压了。嘚儿驾乌湖，我这小马就是挺爱跑啊。这急坡勒着点啊！呀呵，呀呵，呀！哎呦我的妈！呵，小伙子挺有劲儿啊！我们去哪儿啊？走吧，走吧，咱可以回去了。呜呜吁吁吁！我特想下来，但是我不敢动。要玩，就是有点累。年少的心中有些痴狂。哎，这肉串看的带劲啊！这肉串儿，这还有两盒，还有一盒，那盒酸菜猪肉，这直接下来，直接下，直接 下，这盒别扔啊，一会儿指着这盒呢。哎呀，哎呀呀呀，哎呀呀呀呀呀！看看点锅啊，看点锅啊，别扑了啊！惨不惨？就问你们惨不惨？曾让你心疼的孤单。凉不凉啊？都不都一直是凉的。哥哥，你吃吗？什么？不吃不吃不吃，没事。我来吧，我拿着，我们那个驮那个，我必须得给他吃掉。味儿咋样？挺好吃的，酸的呢。嗯，这回我得来筷子了啊！来，把小醋拿来吧，小醋。这个小生活不，这不都好起来了吗？饺子好了。肉、哦？啥饺子？豆花，豆花肉，不会招来狼吧？哪有那么多动物啊？想太多了。嗯，不错不错，味道好极了。哇，感觉热乎乎的，好幸福。咱一会儿得顺便上车上坐一下去。干嘛去？咱们吃饺子了吗？什么包袱？上车饺子。上车脚下车面云白吃。四哥，你这包皮儿太厚了。吃吃吃吃吃吃。来来，好累啊！我觉得我早头晕了。哈咱这屋老冷，我冻醒包袱，鼻子头这一宿都是凉。因为第一天的时候我们过夜太冷了，就是冻得都不行了，已经晚上基本睡一会儿就得醒，睡一会儿就得醒。都露营我还第一次露过夜，但是反正
过过这一次了吧，确实就不再想过了。丙哥那边特别热，孟哥那边特别冷，我在中间儿，就这个位置就很难受。我左半张脸是热的，右半张脸是凉的。哎呀，我媳妇儿，你早还问我你有表情管理吗？我太疼了，管不上了，我太疼了，真的。其实我怕倒不是很害怕。就是下去那一下感觉他悠完我就哎反正就他教那动作就做呗，然后马上就睁眼了，那阵还没感觉疼。你趴着吗？对呀、啊、你趴着吗？他们一整那伞一立起来，我就啊，真是惨叫，真疼啊，真是惨叫。这个是二十分钟的意思还是他们还想再跳两遍？跳完伞特好睡。为啥？因为你就是从开始知道自己要跳伞开始，你的精神就高度紧张，然后直到你跳完为止，你的状态都一直都是飙升的。别搞没事，别搞没事。心在跳，爱情就如烈火。来吧，咱们开饭吧。哇，感觉吃到了正经饭，虽然没到嘴呢。俩面呢？千滚豆腐饭滚鱼吗？张鹤伦，咋的？你刚才跟人家说这个，加这个菜团，就是加这个贴饼子，跟这个花卷是一锅，还是每锅都加？各加一份儿，还是一共就是两份儿？就一锅一份儿，我说的是。整不了啊！你看吃不了我打包，我还挺爱吃贴饼子，我特别爱吃贴饼子。那锅大米饭还没整了呢。大米饭不是我带的。大米不是你带的，大米饭是你整的。不是，等会儿你别老诱导我，不是粥吗？不是，行了，挺好。好吃，大米饭好吃。早上你还夸我了，忘了吗？对对对，早上还说人家小甜甜。对对对对，到现在永远小甜甜。咱俩永远小甜甜，好不好？没白睡这一觉。对，不白睡我俩。往常，如果说你让我脱衣服，一块儿躺一被窝，就一个屋睡觉啊，让我光膀子还有点尴尬。你跟他一块儿，我一点不尴尬。我俩人，哎，俩白胖白胖。光膀子啊？啊，多少？饼哥躺着就把裤子脱了，后半夜就后悔了，太鲁莽了。饼哥后来把，对你后来穿裤子了吗？显然没有。我那多冷啊！我们从来没有这么怀念过一个地方，玩了一天了，这会儿能回来。哎。到家了，我到家了，哇哦，好干净哦！哇，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帮我们收拾的屋。哎，来把土豆烤了，拧开，拧开，待着待着，拧开，烤会儿。你再多穿点吧，要不？还行。一会儿我跟你说，你在这站一会儿你就透了。给你十分钟吧，我觉得十分钟都多。干透你！我觉得十分钟都多。干的哇透哇透的。你们先进去吧，我先帐篷里拿点东西。张鹤伦，哎，爷爷在此，过来，我上帐篷里拿点东西。不用不用不用拿。我也不知道他要拿啥，我就给人拦了。你给我扇过来。高手啊，可以啊。哎，差点意思，这么菜，这都你不会吗？得借一口仙气儿，扇哪个呀？哪个都行吗？三连扇嘛，一下都扇过来。
哦，往这边来啊！没事，接着来，走。不玩了。刚才那是巧了是吗？哎，你看屋里还有没有闲着衣服，给他们几个拿两个。他俩太冷了，不行。我说感冒了。什么玩意儿？张，张。哎，刚才那个造型为什么拧一下脚脖子，翻一下脚脖子？我急眼了，我比这拍的响啊！啊，这样是吧？这样是吧？张，这谁不会？我们接下来要干什么？孟哥，不咸吗？啊，不咸吗？那我尝那根不咸。哇，好咸！都齁得慌。没撒匀。我这么口这么重的一个人，多咸呀！那我吃那根没咸。我不吃。我也不吃。嗯，这么着，拿这串卖你们技术。哦，对，那给个卖，我们拿串买技术。对，明天那个什么这个数据那个数据什么多少平的差什么的，对，我们不会。希望老师们能够拍摄一条短视频，然后发布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希望能够拍摄 H.264 编码竖屏9:16比特率8Mbps 的宽画幅视频素材。我们不会，所以说我们想让导演组出人帮我们拍那个东西。嗯，不是。我们可以帮你剪，剪成那个格式了是吗？可以剪，然后你就拿手机拍。那 OK 吗？那不用。我们要拍什么？我们是跳舞啊，还是爬山呢、啊？还是打滚啊？还是唱歌啊？还是劈个叉呀、啊？要我说这太简单了，我们就做游戏。哎，土豆土堆腿肚子结束。这样哎，我出个主意，咱们这样，咱们这样。咱就唱那个动物园里有什么，好不好？动物园里有什么？对，可以。把手机放在地上，咱们五个人转圈围着这么，这不多好心情啊！这动物园，是吧？哎，可以。拿你的吧，我这个那什么，有人给拿出来吧，拿他那照吧，他那都调好了，我这还得重调。别着急，立即效应。没啥毛病，也特别高兴。有蝴蝶效应，木苏巴的吸引，木苏巴的深刻吧 ，Come on everybody。DJ 开始播放，当夜幕降临，当他踏进舞池，旁边都是父老乡亲。单身的男孩女孩，请不要伤心，请放肆摇摆你的身体，挥洒香槟。哈哈哈，夜里像我家。坐在 VIP 卡，感觉好国际化。Oh my god！Oh my god！ 肚子要爆炸，要爆炸！我去厕所的路上，突然有个女孩拉着我的手书。有什么？有什么？动物园里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动物园里有什么？哎呀，晕了，晕了，好晕！自拍啊，好造型，来阿琴啊，来照相。五、四、三、二、一。我的天哪！六、五，开始了，开始了。四，来三、二、一。五、四、三、二、一！我天哪！现在不行！可瘦了！下雪了！你看你们身后，在那儿能看见。对，在那个灯那儿能看见。老秦冷了，快进屋吧！啊，我睡了，我睡了。哎呀，我再也不想露营了，真的。第二天，哎呵，第二天太好了，老热了，太热了，有点。行。那咱先把个人物品都收好了呗。咱把自己的箱子先装好呗。我装完了。跳舞吗？这不是那个压个吗？
一再走，一二三走，一二三走。您现在你今天心情好？刚才要走了。对，刚才他问我今天怎么这么兴奋，我说因为不用住了，终于可以好好洗个澡了。真的，我真的好想。你知道哥哥们，你们昨天洗完澡了之后没有热水？我昨天没洗澡，我只洗了上半身，我就洗了个脸，我洗了洗脸、洗头、洗脖子。哥哥洗澡洗一半没有热水了。因为那个空间太小了，我洗澡爱翻个跟头什么的，好，搓澡再翻跟头的，对，来个大劈叉、小劈叉的，走吃饭去，走回北京。我去，那儿那么多鱼呢，哦，还真是啊，怎么那么多呢？我去给你摸一条，这是喂天鹅那料。哎，录个小视频，嘿，在这钓鱼不全都是鱼吗？你能抓着吗？能啊，你抓呀，我看。徒手抓一条是吗？这真行哎，这啥鱼啊？哇塞！行，放回去吧。等会儿给它灌满了，愣喂，吃饱了走。哎。多远远的啊！说以后我再也不尝试，我再也不来吃，这太危险了。上一个两手怪给我抓走了。一大大的那个过来，一大。我只有这一个想法，就不要再出现这个营地。哎呀，我再也不想露营了，真的。所以丽丽，你如果想找，你要找什么样的？还能浪漫一点，有活力一点。推个大特写给我。等我主演一部电影的时候再拜托你们吧。希望我们的友谊能坚持到那一天。薅头发，因为一条狗。丽丽，谁要你啊？我要狗，你走开。五鬼怪叫。五鬼怪叫。五鬼怪叫。导演组来为同事救救场吧。第二天的热搜是张天爱结婚。